向上，此事虽暗律当判与出嫁女张丽华三分之一，然清风楼及各家店铺这财产家和早过了万民钱呐。清风楼及各店之资财虽厚，却皆由此女朝夕勤勉劳作经营而得，从无不法之处。数年缴税极丰，朕有决断，财产悉数判与张丽华。才能心学，辅佐你成千秋功业。